呀呵呵。周柏豪有几多首叱咤冠军歌 ？A 十五首 ，B 十四首 ，C 十三首 ，A 系十五啊，可能 A 啊。我喺度谂咯，一年如果大概有一首至两首到，咁就差唔多十五年。山顶缆车几时兴建嘅 ？A 一八六八 ，B 一八八八年 ，C 一八九八，系咪 C 啊 ？No。啊，唔系 C 啊，咁真系唔知啊。一八八八年，好意頭啊！香港電影金像獎會喺2021年舉行嘅，到時會係第幾屆 ？A 39 ，B 40 ，C 41，好似係41。No， 又唔係啊？40啊？哦，麥花臣場館可以容納到幾多人 ？A 2400 ，B 2200 ，C 2000 ，C 2000啊，每面500咯，我哋連埋地下咁。邊種動物交配時間最長 ？A 大羚羊 ，B 藍鯨 ，C 蛇。C 蛇。No。鯨魚啊，兩日兩夜需要交配，所以咪佢哋嗰個即係叫咩啊？喺瀕臨絕種動物係嘛？即係叫受保護咯，因為連個交配時間都長唔到。